大家好，我刚刚来731，我现在真的没话说了，毕竟这些东西以前也不知道的，也可以说被脑子洗了。在我这也没学过这些东西，没机会的，蛮可怕的。我希望所有喜欢中国的外国人能来这里看看，来这里我才知道日本在二战时期曾经多么的残忍、可恨，包括也讲。在西方的人的世界，我们只知道美国炸了日本，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我们不知道。我虽然改变世界不了，但是我希望用我的眼睛看到了，去告诉世界真相，去公正的尊重历史，尊重中国民族。真的很心痛，同时也无法理解什么样的人能这么残忍折磨，希望一直和平下去，也希望西方能完善历史，让更多的人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做这样的事情最后一定没有好下场。我们小的时候只知道日本可怜被美国炸，到这里才知道日本曾经多可恨。我希望喜欢中国的外国人都能来哈尔滨这里看看，看你喜欢的国家曾经被入和杀害，看看你们眼里的高科技日本是用什么做的试验，正是历史，希望世界永远。